小车停在路中间，车内已经全面燃烧，冒出浓浓白烟。这时，一名男子匆匆忙忙提着灭火器走向火烧车现场，但整支灭火器都喷光光了，火势还熊熊燃烧。男子只好留在现场等消防队到场处理。这时，整辆车已经陷入火海当中，白烟也变成了浓浓黑烟。消防队员先初步确认车内已经没人，再出水线朝车内狂喷。 在破坏敲开引擎盖，每个可能起火的细节都不放过。好不容易车内火势才被控制住。这自小客车起火燃烧，前火势由引擎室往后座燃烧，以及出水线，并搭配三用消防，破坏引擎室扑灭火势，现场无人员受伤。驾驶自小客车从东港要往林边加中，自小客车突然蹦一声，便冒出 浓烟窜出火势。7号晚间6点多，驾驶从东港开车返回林边途中，突然引擎附近发出蹦的爆炸声响，他立刻机警跳车逃生。没多久，整辆车就烧起来，幸好没有人员伤亡，但爱车瞬间燃烧，只剩骨架，也让他受了不小惊吓。记者张淑华，平衡报道。 旺旺水真的它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，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，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。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雾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。当然，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啊。